李帅，你还真找个小狐狸精过来气我是吧？我不认识你。你占我便宜占两年，现在你说你不认识我了？老公，这是谁啊？他就是把我爸送去派出所那个前女友。那怪我吗？谁让你爸你妈欺负我来着？我妈住院了，我让你去医院送饭，这就欺负你是吗？你妈都什么样了，吃喝拉撒都得在床上，那病房里都一股臭味。所以你就往做的汤里使劲放盐是吗？我要不是我那天去尝了一口，我是真不知道。陈思雨，你是真毒啊！之前都是我不对，但我这次回来找你就是来找你复合的。我现在已经有女朋友了。他颜值身材哪点能比得上我呀？你凭什么认为你那张化妆品对面的脸就比他强啊？你什么你啊？我和他是在最近很火的爱聊 APP 上认识的，在那上面可以匹配同城帅哥美女，不用加好友就能聊天，高效脱单。想找对象的可以点击左下角下载。你浑身上下没有一点可以和他比，多不错。你说谁呢你？说的就是你。行，你不和我和好也行，我弟弟才结婚了。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我和你再近两年，我妈说了，我这两年青春怎么也得值30万吧，你得赔我青春损失费，给我弟结婚用。30万？你也太看得起自己了吧？你的损失费我出了10块钱，够吗？